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见钟情？我的脑子里面都是你。5年前，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再遇到你。半个月前，我觉得我不会重蹈覆辙，再次喜欢上你。你是在跟我表白吗？如果你接受，那这就是告白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像他的洋娃娃吗？我要让你跟我去 LA 留学。可是这不是我的计划。你会留在家人身边？ 还是喜欢你？你以为夏沫真的那么爱你啊？你到底是喜欢我这个人，还是喜欢我能保护你？你的不安，到底是因为其他人，还是因为自己的控制？是不是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才可以安心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只会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放开他！夏沫是我女朋友，要打架，放屁！ 还给你。不经了解就表达喜欢，太廉价了。我们之前认识吗？5年了，如果再跟你说一次，我爱过你，你会接受吗？